为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仪。其实对很多小家庭或是都会通勤族来说，在购车的时候，有很大的比例会优先选择小型掀背车。而目前我身后的这两台车呢，可以说是国内70万元以下级距最火热的两台小型掀背车。在我左手边的 Toyota Yaris， 在近期正式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而右手边的 Honda Fit， 则是在去年年底推出了全新改款的车型。两台车呢，都一样拥有日系的血统，也具备了非常类似的格局。不过在经过一整天的试驾之后，我发现两台车它给我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今天就将针对两台车的主要配备、内装的成色、空间机能以及动力操控上面来做一个全方位的评比，去好好审视它们究竟有哪些差异。而在车系编程的部分， Toyota Yaris 在小改款之后总共有四个车型，那建议售价是58.5万元到66.5万元不等。而 Honda Fit 的车系编程则是精简了不少，共有两个车型，建议售价分别是65.9万元以及68.9万元。那我们今天所试驾的两个车型， Honda Fit 是顶级的 S 版，而 Toyota Yaris 则是豪华版。在外观设计部分， Toyota Yaris 在导入了原厂的 King Look全新设计语汇，整个外观的走向是比较偏向运动化一点的。而 Honda Fit 只是保留了非常耐看沉稳的外观，然后在细节处呢有做一些调整，那使它也增加了一些些的运动感。 Yaris 水箱护罩的面积比较小，不过它在厂徽两边用一些饰条去连接头灯组，使它的车头带有一个嘴角上扬的面部表情。而 Honda Fit 则是保留了非常好看的飞翼式水箱护罩造型，以大面积的亮黑色材质来做覆盖，同时在上端呢增加了一个非常粗壮的镀铬饰条，然后去点缀它的质感。至于在下保险杆部分，可以看到 Honda Fit 它在线条上面做了一些重新的整理规划，使它整体的运动感也往上升了一些。 Yaris 的前保险杆整合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前进气坝，那整个下巴外突出的幅度也比较大。在头灯组规格部分，两台车都是搭载了传统的卤素灯泡，不过 Yaris 另外有 LED 的日行灯，而且两台车也都没有前雾灯的设计。接着来看到车侧部分，其实两台车的尺码大家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形是差不多的。 Fit 的车长呢是比 Yaris 要短了15公分，而在轴距的部分也是短了 20mm。 另外呢， Fit 在车侧的部分也搭载了他们在第三世代非常显著的特征，也就是一个深邃的钣金线条来刻画它的运动感。在主要配备部分，两台车的后视镜都整合了方向指示灯。在这个地方的不同之处在于， Yaris 它的方向指示灯是使用传统的卤素灯泡，而 Fit 呢则是搭载 LED 的方向指示灯。在轮圈的规格部分， Fit 是采用了16寸双色涂装的运动化铝圈，那配胎的规格是 18555R16，而 Yaris 呢则是采用了15寸单色涂装的铝圈，配胎的规格是 18560R15。在悬吊系统的部分，两台车也是使用了非常类似的配置。那 Fit 呢是采用了前麦花臣后扭力梁，而 Yaris 则是前麦花臣后拖曳臂。另外呢，两台车都标配了 Smart Entry 的功能，也就是说以后钥匙只要带在身上，不用使用钥匙解锁，按下门把上的按钮，你就可以自由进出车内。从画面上面大家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发现，就是 Fit 呢它在前座的侧窗部分它的开口面积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它的三角窗也做了很大的开口，所以在车内的视野上面，其实 Fit 会呈现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再来看到车尾的部分，首先 Toyota Yaris 它整体车尾曲线的走向是比较外凸一点的，所以也使它整个视觉感看起来会比较饱满一些。而 Fit 则是维持原有的样貌，并在后保险杆的部分做了一些线条上面的加强，使它在耐看之外呢，也带来了多一分的运动感。而在灯组的规格部分， Fit 采用的直立式尾灯组，它里面的灯组是部分 LED 的， Yaris 也是一样，不过它在尾灯组的部分它也内植入了一道 LED 的导光条，使它整体车尾的辨识度会看起来比较明确一些。在外形上其实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所以这方面还是留给观众朋友来做评论。不过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 Fit 它以原本成熟而且耐看的样貌，在细节处加入一点运动感，那这样子的样貌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到行李箱空间的表现，那在这个部分呢就会有非常明确的差异出现。首先呢，两台车都有电磁阀的开关，也都有油压顶杆的配备，
那在基础容积部分 ，Yaris 是310公升，而 Fit 呢则是363公升，而这53公升的差距也会直接的反映在行李的筹载性上。那我们以4具24寸的行李箱，以直立式的方式给它放置进去。那在 Fit 的部分呢，它可以直直的放进4个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而 Yaris 呢最多只能放到3个，所以其实在行李的筹载性上面 ，Fit 是略胜一筹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在于它们的开口面积。我们可以看到 Fit 第一个它开口的高度非常的高，然后它底部的门槛的部分呢也比较低，所以你在置放一些行李的时候是会比较容易的，而且头也不容易去撞到上面的尾箱门。至于在 Yaris 的部分，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的开口面积比较小，而且它尾门上扬之后，它尾门的高度比较低，所以如果你的身高超过180公分的话，是很有可能会撞到这个门的。再来就是它的门槛比较高，所以你在置放一些比较重的行李的时候，其实会感到有点吃力。那当有筹载更大容量行李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他们两台车都标配的6式分离后座座椅来做倾倒，来扩充它的容量。而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Fit 归功于它机械空间最小化，而且油箱前移的功效，所以说它整个倾倒之后，它的底部表现非常的平整。而 Yaris 在后座6式分离倾倒的情况之下，整个平整性的表现并不是很好，高低落差也比较明显，这也会影响到它在行李置放上的表现。另外，有些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需求，像是要置放脚踏车，或是像是盆栽之内比较高的物体。那其实，在 Fit 上面，它的后座椅不仅是可以倾倒，它的椅座也是可以往上收折的。所以，当你有一些比较高的物体要置放的时候，也是难不倒 Fit。那在行李箱的这个部分 ，Fit 不论是在它的容积、平整性，然后至于它的变化机能上面，它其实都比 Yaris 要好，所以这关是 Fit 胜出。接着看到内装的部分。Yaris 这一代在内装上面的呈现，其实对它进行了蛮大幅度的更动。那第一个呢，是它使用了很多流线的曲线来塑造出整个湖泊的气息。第二个呢，虽然说它采用了很大面积的硬质塑料来铺成，可是在这个硬质塑料上面，我们也看到有像车缝线的一个设计，一个压痕，使它整体视觉上面看起来不会这么的廉价。而在中控台子这边呢，也可以看到有钢琴烤漆饰板以及防铝质饰板来做搭配。在中控台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具7寸的液晶萤幕。那这具萤幕呢，其实并不是标配的项目，它是经由选配升级过后，改成是一个 Enjoy 界面的主机。那它整合了相当多的功能，包含蓝牙收音机，还有像应用程式等等的视听娱乐功能。不过在目前 Yaris 上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USB 孔，所以在外接音源输入或在充电方面，其实是趋于比较劣势的部分。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恒温空调的按键式操控界面，那它在细节处呢，以一些镀铬饰条来提升它整体的质感。而在驾驶人座界面部分呢，仪表板采用了3环式的设计，中央是显示时速，而在时速表的下方呢，则是有一个小型的液晶萤幕来整合一些行车资讯。那左方的圆环呢，是显示目前的引擎转速，右方呢，则是目前的油量。在方向盘部分呢，采用了3幅式的设计，在握感方面表现的还算不错。那在左边的盘面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视听娱乐功能的操控钮，而在右边呢，则是蓝牙的操控按键。那它的方向盘其实目前来说，我看到的还是只有2项，也就是上下的调整。那它没办法前后这样子做伸缩。那这个对于一台小车来说，其实在2018年的这个时代，其实还是有这样子的设计是非常可惜的。Yaris 全车系都没有标配方向盘后方的换挡拨片，所以你还是必须利用排挡杆来做换挡的动作。所以说在手动换挡的一个操控性上面，其实 Yaris 表现是比较不足的。而在方向盘左下方这边也有一个界面，那它整合了包含像是循迹系统的开关，还有像是 Eco 模式以及 Sport 模式的开关。在置物机能性上面，其实 Yaris 表现得非常中规中矩。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排挡杆前方有2个前座的杯架，在手刹车的后方也有2个杯架。那这个部分呢，由于它的位置比较后面，所以主要是否后座的乘客来做使用的。再来，它的全车座椅都是以皮革来包覆，那双前座椅呢是采用了手动调整的功能，那整个在支撑性以及包覆性上面的表现都还算可以。
在 Fit 的内装部分，它呈现设计的手法其实与 Yaris 有很大的分别。首先呢，它并没有以很多圆滑的线条去做刻画，反倒是维持一个比较方正的格局，去呈现它比较沉稳的质感。再来呢，它在 T 字控台的右边导入了软质的皮垫，再搭配上它本来就有的钢琴烤漆饰板以及仿金属的饰板，使它不论是在触觉或是视觉上面的质感，都比 Yaris 要来得好上一些。那在中控台的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具大面积的液晶萤幕，那它整合了多媒体的系统，这次也在界面上面做了更新，不管是在显示效果以及操作的顺畅度上面，都有蛮大幅度的进步。在触控萤幕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恒温空调的操控界面，那它采用触控式的设计，而且在外围的部分呢，也采用了仿金属材质的饰条来做搭配，让它的质感维持的还不错。至于在驾驶人界面部分呢，方向盘采用三辐式的设计，左右盘面上都有快捷键，左边的盘面呢是音响系统的操控键，而右边的盘面呢则是 Yaris 所没有的定速装置。在下方呢有蓝牙系统的操控键，在方向盘的后方也标配了换挡拨片，这个部分也是 Yaris 所没有的。而在方向盘的左方呢，则是有一个置杯架，当你把饮料放在这边，由于它出风口就在前面的关系，所以它也拥有一个保冷的功能。而在置杯架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口的按键以及循迹系统的开关钮。仪表板的部分，它一样是采用三环式的设计，那中央是显示时速，而左边的仪表呢，则是转速表的显示。在最右端有一个 MID 的显示幕，那这个显示幕呢，比 Yaris 上的资讯显示幕要来得大，所以它在资讯呈现的完整性上面也会来得比较好。特别的是，在时速表的周围，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道灯条，那它的用意是用不同颜色的灯来显示目前即时油耗的状况。在中央的部分，最前面有一个置物空间，后方则是两个前座的置杯架，而在排档案座的后方呢，也分隔出了两个小型的置物空间，可以让你拿来放一些随身的个人物品。而在这个的后端呢，则是有中央扶手的设计，在扶手打开之后，里面也有一个深度蛮深的置物空间。座椅部分在顶级的 S 车型上面，全车座椅都是使用皮质来做包覆的。那我现在坐在前座，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出来，它其实在发泡棉的设定上面比 Yaris 来的薄了一些些。不过呢，我却认为它在支撑性以及包覆性上面都比 Yaris 来的好上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在激烈操驾的时候，身体的晃动不会像 Yaris 来的这么大。整体看来 ，Fit 不论是在质感的呈现上，一些便利机能的表现，还有多媒体系统的功能上，都比 Yaris 要来的占优势。接着要进入到后座乘坐空间的环节，那其实从这个角度，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台车在车门开启的角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Fit 的部分，它车门开启的角度基本上是可以达到将近要90度，而且它开口面积也够大，所以你在上下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以很轻松的姿态来完成。而在 Yaris 的部分，它的后门开启的角度并不大，而且它整个开口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当你在上下车的时候，其实是会遇到一些阻碍的。那我们先进入到 Yaris 的后座，看一下它的乘坐空间表现。首先，腿部空间以我173公分的身高，那我前座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两个拳头的距离。而在头部空间表现上面呢，只是大概还有一个拳头的距离。那如果说你是超过180公分的成人的话，其实坐在后座，头部空间很容易会让你感受到有些许的不适感。在便利机能部分， Yaris 并没有中央扶手的设计，不过它有搭载了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装置。在乘坐舒适性上面，其实 Yaris 后座的发泡棉设定是蛮厚的，所以它有一定的舒适性。而它的椅背是没有调整功能的，不过整个倾角的设定还算是适中。接着来看到 Fit 的后座乘坐空间，我前座同样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那我的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两个拳头、三个指头的距离。而头部的空间也非常的宽广，大概有两个拳头的距离。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不论是在腿部空间或是头部空间呢，都是比 Yaris 要来的好上一些。特别是在头部空间的部分，如果身高超过180公分，即便是坐到 Fit 的后座，头部空间应该也不会感受到局促。而在座椅的设定上面，其实 Fit 一样是设定发泡棉是比较薄一些的，不过在乘坐的舒适性上面还是维持的不错，
特别的是它的椅背有两段调整的功能，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你最符合自身的坐姿。另外呢，它在脚踏的地方是采用一个几乎全锅顶的设计，所以你在脚的放置上面、空间上面来讲呢，其实也是显得很游刃有余。而在便利机能的部分呢，后座一样有两组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装置，那三个座椅呢都是搭配了三点式的安全带，所以在整个便利机能部分与Yaris是相去不远的。另外呢，在乘坐空间最大化、机械空间最小化的一个概念设定之下， Fit 它的座椅拥有了非常多的变化机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后座六次分离倾倒，可以让你置放更大容量的行李。而第二个呢，则是椅座的收折呢，在后座呢，你也可以拥有一个比较高的空间来置放东西。而再来呢，其实搭配了前座椅往后面倾倒、后座椅往前面倾倒的情况之下，即便呢你是一个很长型的物体，例如冲浪板之类的东西，你也可以很轻松的直接放到 Fit 的车体里面。而最后一个呢，对于一些比较长途驾驶需要休息的情况之下，在前座椅全面倒平的情况之下，它其实会呈现一个很像床的一个平整的空间，让你可以在上面休息。那我认为呢，综合一些座椅的机能调整以及空间性的表现上面，在这一关 Fit 是明显占有优势的。在安全配备部分，其实两台车所搭载的主动安全配备项目都非常的繁多，那一样都具备了四合一的刹车系统、行进防滑系统以及电子车身稳定系统。不过 Fit 在这个项目呢，多了一项 ES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它可以让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不用去按下警示灯的按键，尾灯就会自动闪烁起警示灯，那这可以避免有时候驾驶在紧急状况之下一心二用所会产生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要进入到动力以及底盘的操控反应的部分。那首先呢，这两台车我今天都花了一些时间去实地的试驾，而且试驾的路线包含了市区的道路、高速路段以及山区道路，所以说就在目前这个地方呢，直接为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在 Fit 的部分，它搭载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1.5 升直列四缸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那最大马力有120匹，那在引擎转速6600转的时候会产生。而峰值扭力呢，则是达到14.8公斤米，在引擎转速4600转的时候会产生。而Yaris的部分呢，也是沿用前一代的 1.5 升自然进气直列四缸引擎，最大马力107匹，在引擎转速6000转的时候会产生。峰值扭力则是14.3公斤米，在引擎转速4200转的时候会产生。那两台车搭载的变速箱都是 CVT 五段变速，并且呢都有七段模拟手排的功能。其实从数据面上面，大家很轻易的可以发现 ，Fit 在最大马力上面多了 Yaris 有13匹之多。那这也会表现在它在高速段的一个延展性的表现。而另外呢 ，Fit 也在峰值扭力上面领先 Yaris 一些些。那加上它比较轻的一个车重，所以说呢，它不论是在起步或是在加速的反应上面，都会比 Yaris 再来的活泼一些些。而在 Yaris 的部分，它搭载 1.5 升引擎，搭配上 CVT 无段变速，其实整个引擎输出的感受是非常线性而且平顺的。不过有时候我会认为，在一般的模式之下呢，它的引擎输出稍微有点温吞，甚至有点迟疑。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靠着目前在改款车型上面新增的 Sport 模式，你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尽量把引擎转速维持在大约2500转左右，那这也会让整个输出的感受变得比较激烈一点。而 Fit 呢，则是也有搭载大家熟悉的 S 档。那在 S 档位上呢，它引擎转速会保持在大约3000转左右。那它整个表现呢，是比 Yaris 要来的更为激进一些。同时，这两台车也都搭载了一口的节能模式。那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双方都会调整它的引擎输出、变速箱的逻辑，还有它冷气出风的上面的反应，那使得它可以拥有一些比较节能的效果。在 Yaris 的部分，根据能源局给的数据，它每公升是可以跑 16.4 公里，而 Fit 则是更胜一筹，它可以来到 17.4 公里。所以这一公里的差距，其实对平常一般人来说，可能你会觉得它的差距并不大，而对于一些都会区之间通勤的族群来说，其实这个差距是相当有感的。
虽然说两台车其实都采用了非常类似的悬吊结构，不过在 Fit 的部分，你可以感受到它整个底盘的回馈效果还是比较明确的。而在 Yaris 的部分，它这次的悬吊系统有经过一些阻尼的一些调整，使它整体更像舒适化偏向一点，甚至是你有时候会感受不太到路面的回馈，那这也会加深你可能在激烈超驾时候一些反应上面的迟疑。而 Fit 的部分则是维持了一些中性的设定，不过在底盘回馈、路面反应回馈上面，其实较 Yaris 明确很多，所以当你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你也会比较容易及时的去做反应。在转向反应部分，两台车都使用了电子辅助的方向盘。不过在亚瑞斯这边，我认为它辅助的力道有点过大，以至于它整个方向盘会显得比较轻手一些。那我认为这个对女性的消费族群来说会比较好上手一些。而在 Fit 的部分，辅助的力道则是比较适中，并不会有太轻手的状况产生。另外，它的指向性也很明确。此外呢，它还多了 Yaris 所没有的后方换挡拨片，所以你在手排超驾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超驾体验。那在视野表现的部分，其实整体来说 Fit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大面积开口的三角窗，而且它的侧窗的它面积也比较大，加上它的前挡玻璃的设计，也让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视野。而 Yaris 则是受限于它比较流线的外形，而且它并没有大面积的三角窗开口，所以它在视野的表现上并没有 Fit 那么好。整体来说， Yaris 其实很明确的是往舒适化这个部分的道路去进行，那不论是在方向盘的辅助力道、引擎输出的特质，甚至是在悬吊阻尼的调校下，其实在弯道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会有一点软脚的状况发生。而 Fit 呢，则是在舒适化以及操控性上面做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那不论是在引擎输出的特质，甚至在悬吊的设定上，它其实都可以带给驾驶人比较大的信心。而在节能表现上，它也比 Yaris 来的优秀，所以我认为在动力以及底盘超驾这一块， Fit 是明显是有优势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试驾心得，其实两台车在各方面的表现其实都算蛮均衡的，不过 Fit 胜出的地方在于它拥有非常大的空间格局，以及它空间机能性的变化，也很难去想象这台小型掀背车所能做到的。而 Yaris 的部分呢，则是在于它导入了全新品牌的设计语汇，使它在外观以及内装上有比较大幅度的跟动。而在动力以及超驾的部分，其实 Fit 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体质，那不论是在转向反应啊，在动力以及整个路感的回馈、底盘的调性上面，都比 Yaris 要来得好。所以总结以上各种项目，包括油耗的表现，我认为 Fit 在这次的较劲里面还是比较优秀的一方。So I thought I needed. Ooh.